现在时机正好，快求我！苏家小娘子，求求你嫁给我吧！好啊，姐答应你了。你别跑啊你！不要让我等太久哦。听无涯说，你要问我借那半颗九转混元丹？希望前辈能借我研究三天。当然可以。今天的议题是，如何拿下天皇？要不我去试试看。先礼后兵是个办法，希望钟馗也像你们一样，心底还有一丝同门之情。